那除了影片的开头有彩蛋哦，在影片的结尾哦也是一样会有彩蛋哦，所以一定要看到最后哦。那小刚要提一提啊 ，Sega 这个品牌哦，喜家星球表这个 Blue Planet。那就要提一提 GPHG 这个钟表界的这个奥斯卡大奖哦。那 Sega Design 这颗星球表了，大概是在2021年的时候了，它那个在日内瓦各个高级钟表大赏奖上面哦，获得这个最佳 GPHG 挑战奖的品牌哦 ，Sega Design 喜家哦。那中国独创品牌哦，首次获得这个瑞士 GPHG 的肯定啊，也代表了这一只表是真的独一无二、啊。那你要知道哦，这是中国60多年来哦第一次有腕表品牌在老外啊，就是鬼佬这种日内瓦高级钟表上得奖哦。那其实一路以来啊，都有这种国内中国这种品牌参赛了，但最好的成绩啊，仅仅是提名哦，不是你随便给钱就可以拿到的这一种奖哦。那 Sega Design 喜家。它有一个独特原创的设计啊，这一次它再度延续品牌荣获瑞士 GPHG 大奖的这个作品哦，一款没有指针的表，而且这一次最新版本出的是一个纯24K 999鎏金的这个表盘哦，这个镀真金的这个表盘，哇，这个金光闪闪的地球啊，哇，你想想一下戴在手上是什么感觉？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哦、那还没看这一只表之前呢，先做个简单的开箱，让大家看一看这个鎏金版哦有什么不一样哦。那你可以看到它整个表盒呢是用了这个烫金的外观哦，而且是用了这个喜家招牌式的这种书本造型的这个表盒，真的有很不一样的这种开包的收藏体验。表的本身呢也附上了这种它的这个胶带啦，还有一条这个陶瓷的黑色的这个链带哦。那中国制表技术崛起啊，真的让我小刚啊非常的惊喜，这个品牌的喜家，说真的啦，我心里面哦给的这个评价，算是非常的高了哦，不是因为我要帮人家打广告是什么，说真的啦，小刚，我个人觉得啦，因为你想到中国，可能就想到一定是啊抄人家那种地基表嘛，可是喜家的这个地球这一款表哦，完完全全没有让我看到这一点，就是一款非常有独特性的这个表款哦，而且用了他们这个基础机芯哦，再改了喜家独创设计的这个模组和立体的地球表盘哦，那要有这样子的 idea 哦，要有这样的想法去做出这样子的表，这样子的机芯模组哦，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想到，并且去实际去完成哦，这个就是我经常说的创造经典啊，非常的厉害。那说真的，我很喜欢它调时间转的那个效果啊，第一次玩的时候啊，真的有点惊艳到我啊，你转旋转的时候，它是一边。外圈是转得快的嘛，那个地球转得比较慢的嘛，其实它是做到我们所谓的这一种非同步机芯旋，那就模仿了地球自转和公转的那个效果。那看时间是以地球表盘里的这个航海的坐标刻度哦，其实非常的容易啊。那你看小刚对这个12点调去12点的话，12外圈那个就是10啊，这个时针中间那一圈就是分针嘛，那里面那个时标就是指着啊现在是几点嘛，所以其实你看时间是非常的容易。同意了，那小王看现在是12点这样子，那带出去几乎每一个朋友、哦、都会想借来玩一玩哦，非常的有趣。那这只表的直径为 46mm 左右，可是我跟你讲哦，戴上手我真的看起来一点都不大，因为你有没有发觉到这只表它是根本没有表耳的，就是你基本上它那个表径表刻就是。几乎就是你整个46就是46，你基本上是没有延伸长出来的那个表耳，所以你戴在手上完全看起来不会大，就整颗圆圆的波，哎不是，我讲的是球，地球，这样子戴在手上哦。那表壳是采用这个 ceramic 陶瓷材质打造而成的哦，那它重量轻，而且更加的防刮，而且它这一个是做了有这种镜面的这个效果的。那表的这个前玻璃镜哦，也是用了这个 double dome 哦，就是这个双弧形的蓝宝石镜面材质哦。那影片大家看到这一条呢，是小刚我自己啊专找了这个皮带师傅、哦、手工打造的这种大鳞片鎏金色的这一种表带哦，搭配了这一款金色地球这一款哦。那其实原有的这个表带是全黑的这个胶带和一条陶瓷材质的这个链带了，不过它原厂附上的这一条胶带啊，小刚要强调一下，它的手感确实非常非常的好，那个质感呢是非常的优秀哦，做了这一个胶带。那这个表盘就是这一只表的重点哦，每一个表盘耗时高达68个小时
度以这个24K 纯净哦，那也就是你们口中讲的这种999足净啊，哈哈。那比起普通蓝色地球的普通版呢，这个24K 的鎏金版呢，它那个地球的细节啊，其实你可以明显看到啊，它是做的更加的立体哦，它那个金雕的工艺啊，非常的高级。你放大去欣赏哦，你可以欣赏到那一种山水的那个立体的那个视觉效果，哇，这个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棒。这只表呢，现在开放给想入手的表友先抢购预定哦。那小刚会把官网的这个链接放在这个留言区这边哦。那在3月12号到14号哦，就能享有额外$100的这个折扣哦。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要留意一下。那小刚会把一些重要的资讯哦，一样放在这个留言板这边哦。那朋友们还有想到哪一些表是有这样子类似的设计吗？那在我脑海里一出现就是那种百万等级啦，好像 MBNF 啦、Work 啦这一种啊。留言一下，让小刚知道。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那不要忘记，接着看下去哦，非常精彩在后面。